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樱桃班的。我怎么变成故事了？余若杰是，我今天要唱五姑婆，快说。我是樱桃班的余若杰，我今天要唱五姑婆。摇一摇，跳舞啊！好久好久的故事，是妈妈告诉我。戴好久好像的眼睛，眼睛看这边。谢谢大家，故事说谢谢大家，大风闻。